张辉在北京电影学院官网的个人介绍，图源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官网截图，译者昏君。海报中有张辉和刘夕阳，图源 at 刘夕阳，刘夕阳写真照片，图源 at 刘夕阳，刘夕阳田园写真，图源 at 刘夕阳，刘夕阳性感写真，图源 at 刘夕阳中国男星狄天理学术造假案，不仅牵出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两所高校，还让北电表演学院院长张辉的丑闻公布于众。北京时间2月11日，针对狄天理学术造假一事，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都发出声明，表示对狄天理涉学术不端事件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。与此同时，有网友爆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离婚因娶小自己24岁的女学生刘夕阳，甚至还拍出了一部两人共同担当主演的电影，而这部影片中一众明星大腕为他们搭戏。狄天理论文抄袭风波还没有过去，张辉的事情引起众多网友热议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刘夕阳的个人社交账号被扒。资料显示，刘夕阳生于1993年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系本科班。张辉拍的电影则叫《一纸婚约》，刘夕阳在剧中和张辉饰演一对假夫妻。据悉，该部影片上映后共获得了180,000元人民币，一元人民币约合0.1474美元票房，还有说累计票房只有75万元人民币。而《一纸婚约》的出资方并非张辉院长本人，其第一出品方是青年电影制片厂，该制片厂由北电100%持有股份。此外，当事人刘夕阳微博中还晒出该部电影在意大利的获奖奖杯，奖杯显示刘夕阳凭借《一纸婚约》在第三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。狄天理博士毕业照，图源 at 狄天理，狄天理和张辉左的合影，图源 at 狄天理，意大利中国电影节的公开资料显示，北京电影学院也是该活动的联合举办单位之一。另外，刘夕阳还凭借该电影获得中国第18届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最佳女主角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则出生于1969年，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常委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狄天理博士论文答辩时，还在微博中晒出与张辉的合影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狄天理的导师叫陈毅，而狄在自己微博中从来没写对过这个名字。